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图解这个二元一次不等式啊。我们先把那个直线找出来，等号乘以那直线，我把三移过去，它出过来，所以它 x 截距呢是等于三，那 y 截距的话是一啊，哦，用截距式，好啊，所以呢这一条直线哈，就什么呢？就是那个 x 加三 y 减三等于零啊，所以这条直线，好啊，它现在小于等于零嘛，你就把 x 带负无穷大，哦，负无穷大在这边嘛，满足嘛，所以呢是这一边的，哦，这一边是它的解，或者你也可以带零零下去嘛，哦，你把零零带下去的话哈，负三小于等于零没有错嘛，所以呢跟零同一边的那个就是它的什么呢？它的解，哦，跟零同一边的，哦，就这个是它的解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区域啊，哦，就这个直线它的下面那个区域就是它的解。